是不是很多朋友视频看到这里觉得伯母的耳环都很贵呢？这就是梵克雅宝的这个耳环，可能价格是上万块钱左右，我买贵了，他买才十多块钱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年美妆伯母阳光。最近呢出了几期视频之后，有很多的小姑娘会在留言里面问我说啊，姐姐你是戴什么耳环，你的耳环能分享一下吗？当然可以咯。今天这期视频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，伯母平时戴的耳环。这一副的话呢，是我戴的比较多的，我觉得就是它有很多的场合可以戴。如果说像我今天这个有一点轻社交的小礼服兮兮的衣服呢，也是可以配的。当然你穿这个黑 T 也不违和，穿的这种休闲也是可以的。那这副耳环的话呢，就是比我这个就要更加的干练一些，可以这么形容吧。你看戴的耳环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。所以我平时就是穿一些硬朗一点衣服的时候都会穿，西装搭它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。那这一对的话看起来是什么，哎，水冰月什么的嘛，就当时看他觉得说有一个刀啊剑啊的，就觉得说很有意思，而且它很长，但是这么硬朗的下面呢就有两个小珍珠，我就觉得又有点女性化，戴在这里的话呢还蛮有那种眼前一亮的感觉，因为我不染头发嘛。这一对的话是上次视频当中很多小姑娘问到的，它的颜色是银色的，然后有一些小碎钻啊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些贝壳啊，戴上去的话非常的拉脸型，而且的话它颜色非常的友好，不是很挑你下面穿衣服的颜色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因为你的耳饰是银色的话呢，你下面就不能戴金色，要不然色彩太多就不行。这一对的话呢，看起来要去采访什么重要人士戴的，这是一个珍珠，然后上面是有这种碎钻啊，然后戴的这个耳边的感觉是这样子。这一对的话呢，是一个K 金，然后加碎钻，然后下面是一个珍珠啊，天然珍珠的感觉，特别的小清新这样的感觉的耳环。我还是收藏了很多年的。然后这一对的话大家应该就是不太陌生吧，就是他们的一个项链啊或者是什么手链啊会在社交网上发的比较多，耳环应该是没有什么人发啊，我就买了。是不是很多朋友视频看到这里觉得伯母的耳环都很贵呢？接下来时间揭晓他们的价格。这一对啊，我买来好像是60块钱，然后正在摄像机前面半米的那个女孩告诉我买贵了，她买才十多块钱。推给我，推给我，十多块钱嘛，60块钱可以买好几对啊，再买三对补偿一下差价。这一对的话呢，也是在淘宝买的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价格应该是在50-60块钱，但它质感真的非常好，而且下面这个珍珠是真的，只是它不太规则而已，叫什么巴洛克之类的吧，整个感觉就还是很亮。我有一次主持一个活动，就穿了很黑的那个西装，看起来真的就是银行马上去上班的感觉，所以我戴了这个耳环，就是中和一下了。这一对的话就是 APM 啊，就是很多的门店里面都会有，可能价值就是千元左右啊。这一对的话还是很多女生是非常喜欢，它这个系列都是那种长长的耳环，然后长长的项链一套搭起来的，利用率非常非常的高，因为它又可以参加晚宴，又可以参加就是这种很平常的下午茶什么的，就是它很拉脸型，这一点我非常非常喜欢。这一对的话呢It's new， 就是从来没有戴过。这就是梵克雅宝的这个耳环，大家可能对于它的这个四叶草的项链或者是手链可能很熟一点，买它的耳环好像发的人很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真的存在感太低了，所以买了很后悔啊，因为一次都没有戴过。It's new。这对耳环呢，是我在一个我朋友开的珠宝店里面，他开了一个发布会，然后我们去捧场，然后呢有这么一对耳环，他说非常的适合我，因为平时要采访一些企业家什么的，你穿一个白衬衫戴一个珍珠耳环就看起来非常知性，但也是 new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真的就是气质太小清新了，我的这个气质好像跟这个小清新不搭，我每一次戴这个耳环要出门总觉得说戴了别人的东西，所以它可能价格是上万块钱左右，真的没有戴过。所以有的时候当你非常了解自己的气质，但是别人跟你讲说你可以尝试一下另外一个气质的时候，事实证明这就是不是我的东西啊。这一对耳环的话呢，是我妈妈在英国的一个就是二手店里面买的，它是迪奥的一对耳环，当时花的价格可能是1-2千块钱左右，我也是一次都没有戴过。当时呢我妈妈也是觉得说我女儿快40了嘛，要给她买一些就是看起来很端庄的这样的东西，但事实证明呢就是它真的太端庄了，看起来就是好像很有年代感，好像马上就要拍那种40年代的年代戏的感觉。而且它是一个耳夹款，你戴上之后一个耳朵负担很重啊，然后很容易掉。那我呢是觉得妈妈的礼物很珍贵啊，不能把它掉了，所以就是又不喜欢又不能掉的前提之下，我就一次都没有戴过。
妞妞。所以呢，这期视频就是想告诉大家，东西不是越贵越好，也不是说别人推荐你哦，看起来很适合你，快买吧，快买吧，然后你就下单去买。其实真的是应该自己先了解自己耳环到什么样的场合戴啊，自己是什么样的性格，是什么样的职业。充分了解之后呢，其实你不用太在意品牌，好看就行了。好啦，我是中年美妆博母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好，我都这么有名了，我还说自己名字吗？好了好了。我是中年美妆博母阳光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